那我们的Sarah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，她有一些礼物想送给你。你好，我看到了。礼物也没有不是，你好，你好，怎样？我的意思好矮啊。给你工作先。 工作先啊，对，哦，工作先，签名。其实我们有东西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你是潮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喜不喜欢逛街？喜欢啊。喜欢，可是你每次来新加坡的时候有没有时间逛街？第一次来的时候有逛过。有。对。但是最近没时间。我之前是去那个乌节路哦。啊。对，第一次有去乌节路，那些那时候我逛街的时候还遇到那个新加坡的节日。 然后成龙大哥也有来，然后我说我走在路上没有认得我，我就觉得我真的吗？没有人认得，我就很开心，我一直买东西，然后到第二次开始就不能逛了，真的吗？就觉得很可惜。现在太多人会跟踪你了吧？就觉得就不是跟踪的，就觉得蛮可惜，没有办法到那个很多地方去逛街，看到很多东西，对啊。我们其实想来想去，想不到。 应该送什么给你啦？所以送我钱就好，我自己去买。对，因为我是 fashion 的记者嘛，对不对？哦， come on man， 真的，你的英文进步了嘞。Yellow girl， 谢谢。 OK， 我们其实新加坡有很多不一样的时装牌子，而且他们非常心疼，所以他们带给你礼物。哇哦 ，Thank you。 希望你会穿上孩子，哇！是New Urban Male，他们还准备一份给小鬼，给小鬼哦，对，小鬼，因为他们也是讲他们很多人疼你嘛，所以这份是给小鬼，那这些是给你鞋子也是，还有，他也脱鞋，Fresh In给你的，哇，这个是属于比较 Hip Hop 的那种衣服啊，喜欢吗？这样的，哇，Hoodie啊，还有这个是他们的 Limited， 出个声音嘛，哇。 你看你喜不喜欢啊？喜欢，谢谢。他们全部自己设计的，是新加坡牌子来的，好棒好棒，应该是买不到的啦。而且这个是 limited edition 的东西，OK， 这个可以跟小鬼一起分享啦。好的，先抢吧。好，我会先抢。对，这儿还有一件非常有代表性的，对。我这个是特别挑给你的，也是New Urban Mail 的。 哦，我们都觉得你是一个勇于追求梦想，对，所以是你的态度决定你的梦想。OK， 这句话很好，非常适合你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我的另外一句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请说。潮流等于零 ，stage 等于你。哦，对 ，stage belongs to show 罗。Yeah。哇，不错了，不错。Thank you。那其实过来新加坡。 我现在已经过来了，我已经过来了。你是唯一一个我会买票的嘞，真的嘞，真的。有啊，我是混血了，你不要取笑。我也是混血啊，我是混血。你是混什么血的？我是混原住民的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这么印度的耶，帮我们来穿一件 jacket 看一下，要不要？不行，你等一下回去的时候就试试吧。好啊，我再试试。会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今天的访问，谢谢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 谢谢，谢谢。Yo, what up? It's RazorPop 啦。